大家好，我是上水中心的 Carrie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居屋款，就是彩蒲园单位，是属于高层的，业主是将它改建了做一房单位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，第一层进去看看这个大的房，业主做了一个套房，放到一张五尺床，都还有很多空间感，再放一个大衣柜。我们一起进去这个套厕看看，个厕所是有窗的，看完房和厕所，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厨房。这个厨房是很大的，业主呢将个厨房呢就改建了露台，都做了一个大型的厨房。业主只是装修了两年左右的，这个是属于363尺的单位，它入房适合两夫妇住。我们一起看看个景观，出面是开阳景来的，很静的，这里都因为是高层单位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络我，我是 Carrie， 电话92779063。